大姐贴大姐的贴纸啊，这写一个大玉贤的，我搞这来这个大粒，啊你比较者，这胶带颜色无同款，这两包鱼等下你免阁煮啊，熟个啊，今摆当你开开来，这阁起来卖你多好啊，这两包鲍鱼啊，三包鲍鱼啊，外口一包八九十块钱啊，这四包鲍鱼啊，我招一个人，我招较紧个，来要食三包啦，这鲍鱼算计上固定个啦，这包阁落去啦，来三包。三包。啊，要食鲍鱼，我问者啦吼，一个两个啦，三个四个啦，这不开玩笑，大天鹅五个六个啦，来个三百块。啊，鲍鱼右边来，啊，一个两个，四个来，六个来，各三百块。我、哦、这个好吃鲍鱼，这你介绍了，这鲍鱼味道做好诶，我炸这面也无同诶，比较香。来，各七百哇。这个鲍鱼真的好吃啊！这胶带是绿色，不是蓝色的。你去外口看，买下你这大包还大粒诶吼，各三百好无？三百好无？这个鲍鱼各三百好无？包一个三包好不好？一包一个三包好不好？两包三包，一箱第二箱，那无我先个当标，第二箱第二箱先放好底，这当底去啊。这三包、四包、五包来，一个三包好不好？下面两包三包，无人卖啊吼，无人卖我倒落去啊。我讲无一百，三包好不好？先第二箱，再换第二个三包好不好？一箱两包三包无完了。来，我跟你讲话，后面来接过来，先放第一桌，下面那个罗箱，这里放这鱼啊。啊，现在放出味哦，哇！这拢好吃啊，拢一款年块的物件。这鱿鱼是啦，鱿鱼翅膀，足好吃啊，哦，等下你得做下哦。这包内底哦，有没有看过？我打开让你们看一下，等一下就不要再开了哦，因为这个东西里面都一样的哦。这个一包里面有十只、十只哦，你等下哦，用气炸锅买噻，还是你家己用蒸的钱的，有无？这大只啊，这内底拢都有十只。安尼哦，大家看清楚一下，等一下就不要再开了，保证一模一样的东西了哦。回去用气炸锅这虾气。天路罗虾在日本料理店季节，或者是让罗伯尼啊，一只卖偌济，歹势哈，六只卖偌济，三百块银啊，这十只我卖，我讲这个卖人包，无人买，我招一人去。天路罗虾五包好不好？五包好不好？下面问你，我招一人，这最底下这个上面，这破衣啦，来五包。这老妹可以开始介绍，因为这做人买哪买啊？一个来，两个来，三个来，四个来，五百块钱，五百块。我爸，高姐来，这小姐，这小朋友爱吃啊，明年找啊，快来，上海接到你啊，你呀，这个要老新哦，再过来呗，我找你，今天几多了？七八，这么多，你上火没有吧？我爸现在，我爸有人来吗？小美姐，哦，叫回来，我爸好不好？赚了两百万，我爸了。这边两个表哦，我两个表，我两个表，赶紧，赶紧，赶紧啊！这个时间啊，做家务啊。这最后钱也无，我希望等两条。我甲你问一下，你小妹子要两条皮啊？你包一，来，两条皮啊，哥，来，来，两条皮啊，哥，来，来，这两条皮啊。